你好，欢迎收看《行交论股》，我是黄宝馨。大马交易所预料会在本月底公布最新的业绩。马股今年第三季的日均成交值 ADTV 按年大跌 48.3%， 这是去年首季冠病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这将会影响马交所的股市业务收入，而该业务是公司最大的营收来源。联昌国际投行研究估计，马交所今年第三季会按年少赚 48.7%， 不过首九个月的累计净利估计还有2亿7280万令吉，符合预期，达到全年净利预测的73%。整体而言，行家预计 ADTV 会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继续走低，继而拖累净利的表现。不过2021财政年的周息率高达 5.7%， 可支撑股价，因此重申守住评级并维持7令吉48仙的目标价，